从地图上看显示还有 1.6 公里就到开斯克，但是我走的这条路都被堵住了，都是进去的，包括我旁边这个右边这个高架上面也全是车，都是进入开斯克的。今天去这个超市观看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我们等会儿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吧。高架下来的车也堵着，地面的车也堵着，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堵了将近有快五分钟了，还是没有进到联友路。现在是11点01分，我们看大概几点钟能够进去，等待吧。前面那个是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现在向前移动才移动了不到100米，依然卡在这里，很多车在半途中就已经离开了这里，就是说他们预计的话这样下去的话是很难在12点进入到场地的，开斯克的场地。我想开斯克场地可能它的那个停车的一个容量已经不够了，可能就限流的限制进入的一个措施。目前无法进到开斯克里面，我们接到了那个开斯克的一个通知，就是说属于高峰期，不建议大家进入，那么只有离开这里。看还是全都是堵的车，离开算了。前面已经是管制了，所有的车不让进去，已被管制了。我们看到前面的车已经被管制起来了。这个已经管制了，即使你排了队以后也不让进去，交通已产生了一个拥堵了。靠近开斯克周边看，路旁边都停的是车。因为我想应该是开斯克它的停车场，包括它的地面的以及楼顶的一些停车场，楼层的停车场应该是容量已经爆满了，所以其他的要来开斯克的车就停在路边，周边的一些道路上基本上停满了车。现在我们打算还是回家吧，估计进去了我们也无法去认真的去看一些那个商品，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了解，我们可能都无法得到，因为人太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只好是改天过来看一看。
实在是太火了，这个 Costco。还有很多的车不断的涌入，其实你到了开车门口也进不了它的场地。全是车，那路口全部给堵死。我们的左边就是要准备进入COSTCO的车队，还有很多人已经在步行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要回家啊，现在也被堵着了，就是你回家也不知道如何出去，都被堵在这里了，得一步一步慢慢的挪回去，挪出这个口子。这是这条路叫联友路啊，我们的靠近我们的左边是进Costco超市的这条路，然后我现在是出去，目前状态是被堵在这里。你看现在前面是绿灯，但是我们还是出不去，让人无法想象，太火爆了。啊，交通管制。交警也辛苦啊，要规划交通啊，一头的汗。我看这个警察不凑这个热闹了，不跟警察添麻烦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不让转了，得硬顺着那个转。掉头啊，不给走这条道，不给进到联友路，直接掉头走了。我们前面还是堵着，还是堵着，各位。关上，关上。加强了警力，这边加强了警力。我们现在往回走吧，市区方向。好了，我们
改天才再来那个开课吧。谢谢大家，再见，再见。